还是什么？在 YouTube。 Good.
在拍什么？专门拍的山上 YouTube。可以走。啊，我自己来吃早餐了。我今天吃这个麻油鸡，6块钱。老板说不要拍到他的脸了，那就不拍他了。我点了这个麻油鸡哈，价钱是6块钱了，老板很好要请我吃了，我说不好了，多少要付费了，那老板呢就收我5块钱了，又带我1块钱，非常感恩了。这是我喜欢吃的麻油鸡。看那鸡的翅膀，那鸡肉看知道是很新鲜的，我吃看味道怎么样啊。这个饭呢要淋上一点它的麻油啊，它的麻油非常的浓稠。我刚才试了一口啊，味道很浓，很好吃。
以拉那位哥出来吗？啊，这是卖点心的老板娘啊，介绍她的糕点，都是新鲜做，现做现卖的啊。哇，还有荷叶饭哦，这是荷叶饭。饭菜，啊、第一是荷叶，这是饭菜。饭菜哦，哇，很漂亮哦。啊 ，OK， 这很美丽的包哈、哦，小小的包都是新鲜做的啊、哦。这是大包，哇，都很新鲜，热腾腾的，漂亮，哇，什么包都有啊，哇，谢谢老板娘，啊，谢谢你好生意哈、哦，好好，拜拜。